现在还是这个足大肌康复啊，他到应邀啊，应指导层邀请啊，到这个厦门大学哲学系啊去演讲。那正好指导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呢，给大家到这边来也做一场演讲啊。我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本身呢、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缘啊。如果用佛教的术语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福报啊，能够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接触佛教的修行者。当然啊，这个普拉提堪布啊，他这次到我们这边的身份啊，到这个讲台上面的身份啊，应该是一个佛教的研究者和学者啊，大家有这样一个先有这样一个认识。刚才指导前讲了、啊，这个堪布实际上主要是一个法师的意思啊，大师的意思啊，就是他是藏传佛教的修行的大师啊，他的这个宗教家的身份是这样一个身份。那我这个在这里啊，再简单介绍一下啊，祖拉吉堪布他的一些这个生平啊，还有他的这个弘法的历程。那我们中国一般情况下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啊，都有一个这样一个传统啊，比如说立言、立德啊，立言、立功、立德啊。祖拉吉堪布啊，在他这个立言方面，立言就是他写的著作，还有他的作品啊，他目前已经出版了有100多本书。那这个书里面呢，这个总的字数啊，大概有1000多万字啊，是他的这个立言部分啊。立功部分呢，就是他在一生他的这个修行方面啊，他对佛教的这个戒律学啊、这个中观学、英灵学啊、俱舍论，还有他的般若学啊，都有非常好的修行啊。还有他对这个藏密啊，我们说这个藏佛教里面有这个三大流派是吧？这个汉传的。藏传的，还有这个南传佛教啊，他这个在这个藏密修行里面，比如说他这个大圆满啊，还有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十轮金刚啊等等的藏传的修法里面啊，他也有很深的造诣啊，也就是他不仅是一个学者啊，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造诣的修行家啊。那他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是问佛陀情为何物啊，那下面我们去。热烈的掌声欢迎祖拉吉堪布为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好，今天很高兴我们个别老师和一些同学啊跟大家一起交流，交流的话题是比较特别，可能我站在这个讲台，你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有点就不同的感觉啊。刚才我在门课上也听到很多同学说到底什么内容，其实这个问佛陀情为何物啊，这个我想今天作为一个佛教徒，还有一个出家人的身份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从思想上交流一下，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啊，稍微从心里有一点启迪，有一点帮助，这是我给大家讲述的唯一的目的。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样的一个题呢？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应该很清楚，都是年轻人，都对情感，都对世间所谓的爱情是非常的执着啊，就我们佛教的名词来讲执着。我也去过一些学校，有些学校的老师包括学生们呢对这个所谓的感情呢作为是整个一生当中的最根本的一个环节来看待。但这个呢有很多原因，在座的各位应该清楚，现在这样的信息时代啊，我们的网络、电影、电视，包括现在的一些媒体和一些流行歌传来的声音、发出来的视频，全部都是对这个情感就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在想我们很多人呢尤其是年轻人，人也是在一生当中
所谓的这个亲是非常的单纯他。但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对从整年来了解，给大家可以分享。分享的时候呢，在座的各位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观察，我们经常人们所谓的所吹捧也好，所赞美也好，所追求的这种爱或者是情感呢，到底有没有那么美好，那么值得灿烂？这方面呢，在座的各位都是大学生，都有一定的思想和思考能力。如果你没有思考的话，可能在你的人生旅途当中，在人生生涯当中呢，会遇到一些痛苦啊，会遇到一些痛苦或者是挫折。所以呢，如今的这个作为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些有学识的人来讲呢，更要重视我们的实践的人们最追求的有些话题。在我们藏地来讲呢，所谓的感情呢，实际上大家都会也有执着的，尤其是在家人呢对这个有执着，但是并不像现在的西方人和汉地人那样特别把所有的心思，所有的自己的一切一切用于在这上面。人类是人生当中获得的最重要的美好的最好的意义呢，就在这里，没有这样的这个传统。在古人的看来呢，我想也不是这样。古代人对文学很重视，对艺术很重视，对其他的世间知识呢也非常非常重视。所以我作为一个佛教徒啊，就是对这个情感呢不排斥的。我们佛教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包容性。有些人认为所谓的佛教就是完全是一种觉醒的，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出家人的话呢，那出家离子王就完全抛弃家人，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的这种社会关系，这是多么残忍的，这是多么残酷的一种行为。很多人也有不同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这种现象，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佛教的思想并不是这样的。说实在，佛教的思想呢，只不过是把这个人们所执着的爱也好，所执着的这种感情呢，描述的特别细致，描述的特别的这个到位啊，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佛教的所谓的出家也好，学习佛法呢，并没有把所有的这种爱或者是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情感呢，全部抛之脑后，没有这样的思想。只不过我们许多人呢，没有了解当前有个别的一些电视、电影，包括媒体的一些文化，然后把佛教的本来的意义和思想呢，就并没有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我们世间人们所谓追求的所谓的这种爱情呢，实际上在座的很多人啊，要深入思考，其实它的保质期呢，并不是很长的。有时候过期的衣服呢，自他都没办法用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佛教当中有很多的语言的妙处，就一切都是无常啊，一切都是痛苦的，它是通过我们的一种执着而引起来的。那么这一点呢，恐怕你们知识分子应该会分析啊，应该会分析。曾经虽然2500多年前我的那次释迦牟尼佛是出过家，但是他的出家呢并不是完全就是抛弃他所有的这个亲人，他的出家是只不过是一种现象。你们可能去过印度或者说是了解这个佛陀的这种故事和传记的人呢，从中也可以看出来，他这样暂时的离开呢，实际上是一种觉悟人生的一种这个途径啊，觉悟人生的途径。因此我们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呢，真正的一些出家人呢，实际上是他并不是抛弃一切亲人的，他是用一种最大爱的没有任何这种条件的
完全是对生命付出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呢，虽然表面上看呢，我们的可能对孝的家庭和对孝的亲人呢，就是稍微有怨念，但是这一点呢，不是我们的佛教，包括现在的社会上的一些成功的企业也好，社会上的成功的领导，或者包括一些演艺界的人呢，他们也会抛弃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工作和为自己的事业呢一心一意的付出。这样的事业呢，你们可能也会找到很多明星的案例，也很多领导的面临，也很多企业家，他们当前呢所有的这些付出不成家不结婚，为什么？他就是想把自己的所有的一生呢奉献给社会，奉献。如果有一些家庭的参考中，他绝对是这是对自己来讲是没有一个自由，因此在社会当中也有这样的精神。因此我今天呢并不是在这里要宣扬佛教，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这个很多大学生呢要正面的去这个了解我们的真理。这个真理呢不管是在哪里，它会闪闪发光的，它不可能随着我们的一些人的想法而失去的。这样一来呢，我们佛教所谓的堪布呢，大家可能也会从另一种方式来证明。也就是说呢，我们佛教当中所谓的，如果我们问佛陀所谓的庆到底是什么，那么实际上佛陀在不同的经典当中对这个庆的描述呢特别多啊。刚才老师也说了，就是我没有正面的回答。其实这个题目是你们谁去的我也不知道，大家说是要加这个后来我说不管怎么样，我凭我的理解去跟大家讲。实践当中说这个问世间就是情为何物，但是他们说是至教这个生死相续啊，就是你死我死，或者是我们这个同生同死，有很多的这样的这种关系来互相这个参与。但是文佛陀就是这个亲是怎么样呢？亲暂时在我们世人当中承认，就是有没有这个感情呢？佛陀承认，佛教什么承认。佛经当中你们也许看过长阿含经、增益阿含经，还有善生经，还有佛陀的包括法句经当很多经典当中呢，作为在家人正常的婚姻、正常的这种感情、正常的生活呢，全部都描述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并不是学佛以后呢完全都是要出家，或者是完全都是要断绝这个所有的这个爱神强者，并没有这么讲，相关的经典和论点当中都讲。但是佛教里面讲什么呢？讲所谓的这个爱情呢，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啊，是一种制度。这一点呢我们大家就是有可能要看到，当你执着它的时候呢，你非常的这个痛苦。虽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快乐啊，就对你产生一种快乐，但是归根结底就是最后呢，就是对你带来很多的痛苦。我们可能个别人呢，就是不会这样想的，哦，它是一种特别美好的，就是怎么会是痛苦呢？当然你没有相处过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真的到最后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得到，尤其是以及住过来的有些人啊，就是对整个这样的情感已经品尝过的人呢，他们都感觉得到其中呢有很多酸甜苦辣的这个味道。那这一点实践当中也有这个所谓的情难无常的这个故事啊。我以前看过一个成过家的没有结婚过的两个人的一个对话。那这个对话呢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感觉有点这个挺有意思的。当时没有成过家的人呢，他把所谓的爱情呢就描述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啊，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他说是多情的这个最多情的一种这个海洋，有时候呢他说是他是一种迷人的这个一幅画，有时候说赞美他呢就是说是一个最美丽的一首歌。
然后他的孙子呢，就是说出来啊，古希腊以前有一个叫做皮克马利瓦国王，皮克马利瓦国王他自己，是一个雕刻家，他自己雕刻出来一个少女啊，就是这个少女，这个少女呢，最后就雕刻来出来特别美丽，特别漂亮，然后他自己的是就爱上了她，深情欢喜心，最后呢，就是。天天都是求他，天天都是就是抱着他，吻着他。后来，就确实是这个雕刻啊，石雕呢，就是活过来了。他用这个故事呢，就是开始赞叹，就是所谓的这个情，所谓的情。那么已经成过嫁的人呢，他摇摇头，他说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他也同样这样一个故事，在南朝时期的有一个叫做是刘田呐、啊。刘田的这个妹妹呢，就是当时交给一个鄱阳王啊，就是交给鄱阳王。当时鄱阳王跟这个他的妹妹之间的感情非常好，但后来呢，因为鄱阳王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呢，就是被别人杀了。杀了以后，他的妹妹非常的这个伤心，每天都是不吃不喝的，要奄奄一息了，已经接近离开时间。在这个时候呢，刘田呢，就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妹妹。他就画了一个特别动人的这个画，这个画呢，就是这个鄱阳王跟以前的他最宠爱的一个妻子呢，在一起啊，就是在一起相亲的一幅画面，就是照在镜子的一幅画面。后来他的妹妹看到这个画以后呢，他不但就是对他不生气，这种贪心不生气呢，就是痛苦之心。他当下呢，就是说那这种人呢，就是早已经该死了。他原来的这种热情天天的所谓的爱呢，最后在一瞬间就变成了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鸟眼帖子的这种恨啊。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一点呢，实际上我们实践当中啊，我想在座的很多人有时候呢，你们可能要懂得一些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虽然你们对实践啊很多，但这一点我们佛教里面呢，往往讲这个，爱也好，恨也好，这些都是无常的。当你无常到来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想，就是得到它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无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痛苦的啊。佛教里面有很出名的一部论点，叫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以终结的方式来说，我们的执着呢，就是无常。无常呢，无常就是它的变化，而这种无常呢，实际上是带来痛苦的。比如说两个人关系很好，一旦就是一个人就是就心就是变成了另一种，这就是无常的。但这样的无常呢，就会带来很大的痛苦。所以它的本质是为什么说是痛苦呢？原因就在这里。我记得佛陀跟这个阿难尊者啊，就是说过。他说呢，就是神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啊，就神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神无欲舍毁，舍毁即火生啊，就即火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执着啊，分别心呢，就是千万不要信赖他。你如果信赖他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是没有什么可值得是信用的啊。如果你信了他，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执着啊，信了他的话，确实也是不可靠的。尤其是你对这个美食特别特别贪着的话，到一天，终有一天呢，会对你带来一种这个痛苦。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确实也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真相。这样的话呢，那么你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呢，可能会。就是带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一个痛苦啊。我们觉得这个人的身体啊很美，这个是在没有经过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啊你喜欢这个，你喜欢那个，就是可以这么说的。但实际上，真正你有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所喜欢的对境呢，实际上是只不过是肉体。那么这个肉体呢，从头到尾慢慢分析。当你分析的时候呢，哇，就是只不过是我执着他，我爱他，我向他呢，是一个这样的这种这个身体，这种身体
我们如果这个人死了以后也好，或者是人活着的时候呢，如果抛弃的时候啊，如果解剖的时候呢，就没有就是这种就是贪着的，这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那佛教的思想呢，并不是是以一种权利呢就是压的，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理论呢，就是诉你我们现在的这种执着呢，对带来的什么样。佛教里面有特别典型的故事，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楞严经》啊，《楞严经》里面有一个叫摩登伽女。摩登伽女呢，当时佛教的就是佛陀的弟子里面有一个叫阿难尊者，他是出家人，让摩登伽女那女人爱上了这个出家人，他相信一切办法让他还俗。让他还俗的时候，当时阿难尊者也就是比较大的这个比较危险的时候，当时佛陀就问，就是摩登伽女，你为什么是喜欢他？摩登伽女就一一的说，我喜欢他的耳朵，我喜欢他的鼻子，我喜欢他的眼睛，我喜欢他的嘴巴，因为他所有的这种长相呢，就对他特别的这种这个感兴趣，就是非常喜欢。后来呢，就是佛陀一一的，他的耳朵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身体怎么样，一一的给他剖析。一一的剖析的时候呢，摩登伽女也是逆根者啊，有一定根基和渊源的人，他当下呢就是已经觉悟了啊，就是他当下呢觉悟了。还有一段呢，说你如果真的很喜欢他的话呢，那么阿难刚刚这个吸到的这个水啊，你可不可以喝？就是他说是这个水很臭的，就是我不想喝了啊，就不想喝。虽然爱他，但是我不想喝他的这个身体吸到的这个水，这个太脏了。那佛陀问你特别喜欢他的话呢，那么为什么是他身体这个里里外外就是留下来的这些脏，就不应该有脏吗？就是应该是你可以这个享用吧。后来他就想了一下，后来哇，确实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所谓的爱呢，这个的确是一种这个执着啊，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否则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包括现在电视啊、电影啊，好多里面呢，所谓的这个爱呢，好像是生活的这个全部。好多年轻人，尤其是小孩子，从小都是在这样的教育和这样的宣传氛围当中呢，开始成长。当你成长以后，长大以后呢，就是没有面对的这种这个能力。其实所谓的爱情呢，确实在我们佛教的看来是它是就不堪一击的，可以说是如不禁风的一种承诺。当你稍微有点就是遇到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当下就马上就，现在是经常人们说是以水平呢、就容易破碎啊，就容易破碎啊。当你乘飞机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呢，就是不能碰，一碰的话那就是，这不过是有很多的预言来占领，它是一个特别美丽的碎泡啊，特别美丽的碎泡。当你稍微碰一下就开始就破灭了。当你破灭的时候呢，有些人是失望，有些人是绝望而自杀，选择自杀，这是特别不明智的一种这个选择。在我们以前这个藏地啊，我是来自那个藏地，所以藏地的这个文化跟我们这个汉地的很多文化呢，有些地方是在传统上有所不同的。在我们藏地的现在年轻人呢，就是基本上跟这个汉族一样的，也是对感情特别的就是执着啊、追求啊，有很多很多同样的这种思想。是老一代的这些人的话呢，我刚才讲了，就是他们虽然对这方面是有一些，但是呢，并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位置，也没有呢，就是时时刻刻的是经常用各种语言来渲染赞美。尤其是汉语呢，从唐朝以来的话，就各种这个宣传里面呢，就是宣传的比较这个，我觉得有点这个过分。其实它不是那么美，但是呢，你用很多语言来开始包装啊，就一直用各种语言来包装，一直用各种好的东西来就是包装。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原来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呢，最主要就是心里非常这个痛苦。这种痛苦呢，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看呢，就是都不要这个让众生得到。啊，就是让每个生命呢，让获得一种这个快乐啊，就获得一种快乐。所以佛陀在有一个叫《真法莲处经》啊，《真法莲处经》里面就是说了，说是若人贪执欲，中古常显现
如果我们贪着，或者说如果我们产生这种爱的执着的话呢，那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痛苦呢，就是不断的在这个显现啊，就不断的在这个显现。所以我们的一种这个痛苦呢，就是其实来自于一种这个追求当中啊，就是追求当中。当我们真正是获得了一种这个无求的境界，一种不是我们佛教当中所谓的空性啊，所谓空性呢，可能有些同学就还没有这个学过，就不一定有。但是你真正是懂得了，就是所谓的它的这个真相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你的这个追求的心呢，就是并不会那么的这个强烈。当你没有就是特别强烈的追求的心的时候呢，你的这种这个失去了的，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痛苦啊，就没有那么大的。所以呢，我们的有些这个修行当中呢，叫做是无求就是一种这个快乐啊，无求就是一种快乐。以前有一个人呢，他很想就是得到快乐，他自己不会有钱，但是呢，他始终是得不到快乐，包括他的感情上，包括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对他的这个，他一直得不到快乐。他后来问我们世界上是有没有一个最快乐的人，我很想得到，就是最快乐，最快乐。后来有一个人告诉他，实际上是有一个最快乐的人。如果你得到就是最快乐的人的衣服的话呢，那么你会这个幸福的啊，你会幸福的。然后这个人到处都问，后来有一个人呢说是在山里面有一个老修行人，这个修行人呢有最快乐的衣服。后来他去寻找这个山里面的人，这个山里面的人呢，就问他，你是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说应该是吧，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痛苦。那么问你可不可以，你最好的这个存意给我？他说我就没有什么，就是也没有什么很痛。后来他就感觉到，实际上呢，就无求就是一种这个快乐，就不存在也是快乐。这一点可能我们有些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感觉到啊，没有不可能快乐，就有的话才快乐。但是当你拥有的时候呢，没有那样的快乐。实际上的人和一个这种这个妙语，人和一种这个财富都是这样的。当你没有钱的时候呢，你想有钱的话肯定是很快乐的。当你真的有了钱的时候呢，也这么一回事了。当你没有这个家庭的时候呢，你觉得有一个家庭的话，我可能是最快乐的。当你有了家庭的时候呢，原来你也是很痛苦的。当你没有地位的时候呢，你觉得啊，我有个地位，比如说我是一个副局长，我真局长的话多么好啊！我是真局长的话，我是副市长的话多好！你当副市长，我真市长的话多好！一直这样追追追，当你到了那里的时候呢，还是不满足，这就是我们的贪欲无止境。贪欲无止境。如果我们懂到这样的这个生活的节制的话呢，我想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包括你的这个生活，包括你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种这个生活呢，有一定的实在的意义。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呢，我想既要学习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又要看看包括佛教还有这个其他宗教里面应该怎么学习的，应该需要就是了解一些知识。因为我们有些人呢，只是有一种追求在财富上面，而内心的心理的财富呢，如果很贫穷的话，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啊，确实是很难有这个进步啊，就很难有进步。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些知识分子在以后的这个在自己的这个包括你的这个发展也好，你的在这个前程的路上呢，我们怎么样追求一个比较完美的这种这个生活态度？那这种态度呢，不仅仅是现在有些人认为有了这个钱财，有了外在的这个物质的话呢，就是满足一切，这是一种非常这个不合理的想法和说法。我们一定要一方面是以传统文化的一些知识，同时呢，就是像这个佛教的大慈大悲、大智慧、空性、我等等这样的这种理论的话呢，对你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尤其是我们大乘佛教当中啊，
就是对这个所有的这种心也好，对所有的这种感觉都是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啊，包括我们佛陀对性呢，在消沉经典当中呢，实际上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描述呢？就是这种描述呢，是前世的一种因缘啊，在南传佛教里面，我们一个人见到一个人啊，就亲有度众，马上对他生起欢喜，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这个前世的因缘。南传佛教里面这叫做是依属性啊，有依属性，依属过报。嗯，有些时候我们的这种性呢，实际上就是啊，这个欢场啊，有些就是讨债的，有些是还债的啊，还债的。所以不要认为是这是一种偶尔的这种因缘，因为现在我们的有些教育和思想当中呢，根本就是接受不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复杂的关系。你只看到他精神当中的一些现象，但是前世的这种关系、合适的关系，很多问题呢，在我们的现在的一些思想领域里面是一种这个空白。那么如果我们一概的否认的话呢，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许多的麻烦。所以所谓的这个亲呢，就是在我们佛教的孝忏里面呢，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也有前世的也有精神当中的一些偶尔的这种因缘。而在大乘当中呢，就是把它就是换为一种大爱。什么叫做大爱？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感情呢，很多都是占有啊，就是占有什么呢？我有些是很实用主义啊，什么实用啊？我只要是能用得上你的话，那我暂时跟你一起的啊。如果我用不上你的话呢，就是不需要。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一个大学，他们呢大学里面的两个学生读这个四郎啊，就是两个学生四郎啊，说是这个女同学跟一个男同学呢，就是首先是好像在这个学校里面谈恋爱，后来这个那个女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都考上研究生的话呢，那么我们继续这样这个下去，如果你考上研究生，我没有考上的话呢，我们还要这个继续下去，如果我考上研究生，你没有考上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就以后就可以分手了。他就说了这句话以后呢，后来就是确实可能是民女的这种支配吧，就是那个女的呢已经考上研究生了，男的呢就没有考上研究生，没有考上研究生呢，他就要求摆烂了，就是以后不给来往。后来那个男的特别特别的伤心啊，就很多特别的伤心。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是有一天呢，就是他在这个在寝室里面找他，就是那个男孩子用那个。掐他的脖子，就是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呢，就是自己从跳楼，就是自杀了，跳楼自杀了。啊，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事实。就所以，我们现在实践当中呢，就是的确也是会有一些适用的啊，就是完全是一种这个适用的，并不是真正的这种互相的对立中。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在佛教当中呢，就是说是一种孝的这种爱。啊，这种爱呢，实际上是痛苦的因啊。那佛教的这种爱是什么？大悲菩提心呢，大乘当中所讲的呢，包括就是自己这个所身边的人，以及这个所有的这个生命，乃至这个植物、动物以上呢，全是用一种无条件的爱，就是助念。这个很多人听起来就是哇，就是不可能这样吧？这样是不是太玄了、太妙了？实际上。这种思想呢，有非常深深的一些含义。如果我们真的有了这样这种思想的话呢，那人类最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我经常在想，我们现在人类历史上有了文艺，有了科学，有了各种各样的发明呢，不一定是我们这个人类最大的一种这个成果。而我们人类就是最大的成功和最大的这种成就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在的这种心的。真正的这个来龙去脉也好，那么性的所谓的细微的这个界定呢，发现啊，这个发现呢，早在2500多年前的佛教的思想里面呢，就讲到这个非常细致。所以各位呢有时候啊，我们不能盲目的毕业以后一直追求这个钱财，有了钱就幸福了，
没有钱财就不幸福。现在很多老师和很多公务员的是，就出了钱以外，心里面没有什么这个人文道德，就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事情。当然，有个别的人呢，还是对这个学校、对这个思想教育就非常的重视的。我自己呢，就经常跟大家一起交流，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特别的像这个追求真正人类的这种智慧啊，人类的这种对所有的生命有益的这种智慧啊，这种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学生也是可以吸取的，也可以得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呢，你即使读书读完全书也是不一定是非常有益的。因此呢，我想今天呢，就是这么一个艰难的角度吧。在我的思想当中的话呢，其实说佛陀啊，看我们的这个亲史到底是什么样呢？他不会说这个是完全让大家这个出家，也不是完全让大家学佛，这个思想信仰都是自己的啊，这个。但是佛陀在不同的佛经的教典当中呢，让大家精神不要太执着。我们去执着的是这种执着的背后呢，对你带来就是许多的这种痛苦。这种痛苦呢，是其实作茧自缚啊，自作自受。但是很多众生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就是看到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啊，他们在这个学问上、文凭上各方面是很羡慕，非常不错。可是最关键的有些问题呢，就搞不明白。一个小小的问题当中呢，就是无理自拔啊，无理自拔。为什么呢？有些是我们没有学过，有些是我们不懂。正因为不懂这个原因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带来许多的不方便啊。我们暂且不探讨啊，我们每一个众生将来怎么样这个成佛，将来怎么样这个获得护国，度化无量不变众生的菩提心，像这样的这种高深的一些佛教的教义呢，我暂时不提它不谈。但是对于咱自己生活的利益来讲呢，我觉得佛教的有些思想啊，比如说佛教的无常观啊，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包括我在内，我们的所有的人呢，都是就随着年龄，随着很多的这种价值观的不同呢，都在变化，这个也很关键。然后我们这个在座的所有的人呢，并不是人死了以后就好像灰飞烟灭，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就全部都是无踪无影，不是这样的。生命的延续呢，还要不断的、永远的还要存在下去。这一辈子是当然，下一辈子也许是当然，也许是当其他的。这个生命呢，一直不断的这个存在的。当一个生命存在的时候，我今生当中塑造的三业恶业呢，就是在来世呢，也会一定会需要感受，而且一定过。但懂得这样的真理呢，我们只有短暂的今生人生几十年的懂得。所以你遇到真理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放弃，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当这种机会来临的时候，你真正的对自他有利的这种真理呢，就是不能放弃。当你一放弃的话呢，以后啊，就是也会后悔莫及。我遇到过很多人啊，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是对自己的这种感情啊、求财富啊等等，一直茫茫碌碌的，就是没有求到真理。当他真的是在人生当中遇到的最后一刻的，比如说已经得到绝症得癌症，或者说人老了，就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呢，有一种空旷感，到底我的生命是不是还继续延续下去？但我现在怎么办？真的我会就是下一辈子变成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对这个来世是一种问号，很多人都不敢说不存在，因为你有句不说了，也不想呢就是说是它是存在。它要存在的话呢，我们怎么样面对？面对的这种方法呢，就是在其他的学组当中是没有的，只有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非常这个清楚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儒教思想呢，我非常赞同啊，确实是他对这个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很多方面呢不可缺少的。但是呢，对人来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抉择呢？就这一点，就是包括这个孔子也是当时是没有说。就没有说。
所以我向我们的这个问这个佛陀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样呢？应该在真意当中或者空性当中呢，它实是不存在的。这不用说问佛陀，就是问物理学家的话呢，所谓的性呢，是他的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成分呢，分的时候呢也不存在，我们人体也不存在，性的感想和感觉感官也不存在，最后呢就全部都说编成了这个物质编成的最细微的一种思想的话呢也不存在，应该说是称为空性的。那这是东方文化的佛教思想，就是可以结合，可以这个融合的。而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俗当中呢，佛教也是承认，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这个生活，但是在这样的生活呢，不能太这个密冷，太密冷的话呢，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人你没有这个所想象的，古人应该知道的。包括这个庄子、孔子他们的一些故事当中的话呢，也会向往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不学这样的就当你真正的一些有价值的故事或者是格言呢，就是不去。最后你自己面对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呢去开始就选择这个自杀。就当听到这样的时候呢，不要说这个佛教，就是传统文化如果学得很好的话呢，那么对感情呢，就是不会那么这样执着的。传统文化当中也是有，以前庄子可能因为大家都会懂吧，我也许在半面龙湖庄子有一次出门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坟墓面前就是有一个女的呢，就是开始这个烧三子，燃烧三子的时候他觉得就是这个人很不错的，就问他就是这是什么原因，他说这个坟是我这个丈夫的然后庄子心里想，哇，他可能是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里面有就害怕腐烂了或者怎么样。结果呢，他说因为我当时给他承诺，就是在三年当中，就是如果你的分没有干的话呢，我不改嫁。但是呢，我想在一个月当中的想改嫁，就是所以我尽快就是用这个烧三子来，就是把他这个分干了。后来就是他很失望，就是回来的时候告诉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就是说是我在绝对不会，就是如果你死的话呢，我就是绝对不会这样的，就是他开始发誓就我绝对不会这样的，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后来不到七天的时候呢，就是庄子突然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就是死了。死了以后呢，就按照当地的这个习惯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宿命呢，就是七天当中呢，就是他不能不像现在一样，就人死了没有24小时的时候拉着殡仪馆就马上就变成粉了，就不是这样的，古人不是这样的。而当时就是在这个七天当中，就把尸体放在这个棺材里面，然后把它封上就一定要给他什么烧这个纸就放在那里。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诸国的这个王孙就是来到这里，就本来想就是把庄子作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师傅拜师。结果他到了以后呢，就庄子已经离开时间以后，他很伤心，就只是呢暂时就是待七天的时候，那个诸国呢就是也非常的英俊，就是相好就非常庄严，然后呢跟这个庄子的妻子呢就互相就是产生爱意。然后这个出国的这个国孙就是国什么那个国孙呢，就是要求他就是打开一个棺材，就是想看一看。按当时的传统的话呢，就是对死者是非常的不恭敬，但是他为了尽快的时间当中与给他这个结婚呢，就是妻子呢就是答应就是把这个棺材打开。当他打开的时候呢，原来那个庄子呢就是在里面没有了，就是空空如也，那就没有了，就觉得很害怕，就是一看原来那个出国孙子呢就是庄子这个画像的，就庄子已经就在身边的时候，他自己特别羞愧难当，就是一死而死，就这样的这个我以前看过一个历史。所以我在想，在这样的这个历史当中，其实所谓的气呢确实也是无常的。我们很多人呢可能有很多这个语言呢就是不会这个一种不愿意陷入就是它的真相，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不会真的能变成这样是很难说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性的这种无常就佛陀我问的话呢，佛陀对这个性呢虽然是真人承认，但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无常的
啊，它是一种痛苦的因啊，就是它是一种痛苦的，所以呢，让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就是不要就是沉迷在里面。当你过一个非常这个正常的这种这个生活呢，这个是允许的。所以这是在人生当中的话呢，恐怕你们在实践的一般的一种这个教学当中啊，就不一定是有的啊，就一直是所有的人就是开始赞叹啊，当你长大以后你是怎么样过生活，如果说我快乐，其实你真的在那样生活的时候，你如果不快乐怎么办？是谁来欺负你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有时候我看到很多明星啊，唱歌就是天天就是哎哎，那这样实际上对无数的人就是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利益，还是这个不利？就是大家需要有这种设定。有些年轻人呢，他有一种思想，就会这个人生当中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呢，他会思考的。有些呢，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这个主见，最后呢，自己带来许多的这种不便啊。所以呢，我在想，比如按照基本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的话呢，我们跟这个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家呢就是要真正就是懂得一些世间的这种单主和执着呢到底是什么样啊。就无量寿经里面就是像就是这个人在爱欲中啊，独生独死，独来独去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这个教典啊。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你到最后的时候呢，你还是独生独死，独来独去。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独来独去的，你最后离开的时候也是独来独去的。所以每个人要有一种这个独立自主的一种功能，那这是每个人我觉得生活上一点。我们的生活呢，千万不能靠这个别人啊，就永远的是如果没有别人的时候我活不下去的话呢，那这是一种愚者的这个选择。那这虽然我们对这个家庭啊，对这个他人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尊重性啊，我们要贴他的这个心啊，我们要理解别人的这种各方面的这个感受啊，这些是佛教也在讲啊，也在讲。但是呢，我们的这种心感和心性呢，应该是建立在一种各方面的比较保险的、安全的这样的分体线上，这样呢，对自己的生活呢，确实是有利的。所以我今天呢，就稍微标识一下，让大家呢，要各方面就是做好这个思想的这个准备。佛教里面有很多的非常深深的这些教典啊，包括我以前就是给很多人也是提供啊，就是让他们学习啊。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如菩萨行论啊，这个如菩萨行论呢，对整个这个人的思想、道德，还有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担着啊，对人这种教育，很多方面呢，其实现在是不得不学的，就是非常好的一本这个书啊，希望呢有很多大圣的这种思想，应该是有一种助人为乐，应该是助人我们一种这个精神的话呢，恐怕你的这个生活也是很快乐，否则的话呢，就是全是一种自私的，全是一种自我的这种思想的话呢，对我们的整个一切也不一定是很快乐的。所以我今天呢，像那个特别希望呢，就是大家要学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佛教的思想当中呢，尤其是学这个涅槃的菩提心和最后呢，觉知一切万法无有是有的这个空性观，这两者呢，能涵盖这个一切学问，同时呢，它也会这个涵盖我们世间的一切知识。好，谢谢大家。